义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我先跟大家报告，我这个感冒拖了很久，现在感冒很严重，所以讲话声音请大家多多包涵。最近天气冷也请大家这个要照顾身体，不要像我一样感冒，现在变成重感冒很麻烦，讲话没声音。好，我们看大盘啊，指数要赚钱，指数要大波段倍数获利，你要掌握趋势，你要看懂方向，那在1月4号杀到9319，当时在这，我们已经跟你讲了这个行情。双底结构，对不对？会向上回补缺口，缺口，你们看到？所以当时在这9300，我们就跟你规划这个大趋势，回补缺口。所以从9300、9400，一路做多，春假期间我们也讲了，韩国指数已经回补缺口，回补缺口，台股缺口在10400点，所以我们讲了韩国回补缺口，缺口在这儿。所以我们讲了韩国回补，我们说台湾也会回补，今天来了没有啊？10400来了没有？全国投资什么是专业我们在9300已经看到10400，从缺口双底汉城，今天10400，1000点就是你，我们送给全国投资人1000点的行情，1000点的行情，2倍啊，1口20万，5口100，好，那短线的操作。短线的操作，我说你跟紧 AI 城市明确的讯号，上个礼拜五2月22号上礼拜五开高走低，9:4310250翻多，今天又120点又100多点很简单。所以指数操作就是要有明确讯号，预判趋势，绝对不是每天上多下空，猜谜晚会不行，你要预判趋势。好，行情涨到今天，涨完了没有？当然，现在来到缺口，会有震荡，但是行情涨完了没有？我们来再看一下。台股涨了1000点，涨完了没有？我们看美股从，对吧？26000。5000点，那这一次在费的联准会这个宽松
转割，还有中美贸易的利多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？那美股是采 V 型反转 ，V 型反转，那 V 型反转在形态学里面是个很强势的强多，啊、哦，它不管你什么压力的，所以 V 型反转是，对不对？势如破竹，所以美股就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。他管你什么压力，对吧？这个压力震荡也破，啊，高点也破。所以既然美股采 V 型反转强多，所以国际资金台股啊，那今天缺口来了，那下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在这个地方，10650。在这里，了解吗？哦，这个上面有大的压力，所以短线比较大的压力啊，在紧压附近。再来个股，你买股票要研究将来谁会大涨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那谁会大涨？很简单嘛，主流嘛，高成长主流，还有呢，低位接底部起涨。就像今年我们一再跟大家讲，5G 主流，攻万点。5G 我们讲了很多了，关于 5G 啊、哦，我们已经一再跟大家报告 5G 绝对是未来科技产业未来5到10年的主流，变不了、right? 那问题要买什么？去年封关送给大家光环、金星科、稳茂，有没有错过光环、金星科的啊？当时光环大涨，金星科你错过光环，错过金星哥的送文茂，对吧 ？PA 族群，杀到80多块，对不对？杀到80多块，到今天呢？赚多少？自己看呢、啊，自己看呢、啊。我声音不好，自己看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送你光环，送你金星科，送你万茂，赚多少？自己看得到啊。联阳，光环二号联阳，220。330呐、啊，转翻呐、啊，这些都是5G的。好，再来跟你报告 ，MWC 行动通讯大会三大亮点：折叠手机、屏下指纹，还有呢？多镜头，多镜头，
我们送给你什么？绿军光啊，投资人，来，导播拉近，180多块啊。我激光学切入苹果后置镜头，186啊。今天呢，这是什么啊？103呐，很可怕啊。文茂、联雅、玉俊光都100啊，错过玉俊光的啊，注意一下，这档注意一下好不好？扬眉吐气，屏下指纹，注意一下啊！营收创新高。会涨到哪？你要好好珍惜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好好珍惜啊。再来给你报告金星科、5G 是吧？近点，联发科转投资，跟你讲了，怎么涨？那金星科大涨，那它是联发科转投资啊，联发科会不会涨？当然嘛。5G 芯片。来，21啊！今天呢？多少？21啊！算了，一档接一档，上瘾，220，一样5G自动化，270啊，一档接一档。文茂、联雅、玉军光、联发科、上影，台光的 PCB， 今天创新高，对不对？
同样 PCB。折叠手机，注意一下，会长啊，也可以哦。再来 ，MOSFET 啊 ，MOSFET。会长，所以会长的股票我们都帮你锁定好了啊，就像从文茂、裕兴旺、联雅、联发科还没赚到钱呢，涨了1000点不知道怎么买的，赶快来找我，好吧，跟着我们做，加入 LINE King 518，还没赚到钱呢，赶快来找我。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，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汪思曼。行驶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，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2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。进入雪山隧道时，与前车保持两个楔形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，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。大型车则是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。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先跟大家报告，我从过年感冒没处理好，现在这个变重感冒，没声音啊，多多包涵。那股票赚钱就是趋势嘛，趋势，掌握趋势，一手握力。1月10号，斩钉截铁，对吧？这里上看万点缺口有没有？一模一样缺口1000点。上礼拜五1025加码多120啊，涨完了没有？美股运行反转，台股啊紧压，注意一下。好，
谁会打走？武器，送你光环捷星客文帽，文帽，文帽啊！八九一百，一百一百二，天天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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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，涨一倍，连养，啊买，啪，报复性反弹。330啊！MWC 多镜头，微星光180，300了啊！扬眉吐气，70，会涨到了。停下指纹，事业有成。没想到啊，金星科联发科转投资啊，涨七成，错过金星科，是不是跟你讲联发科？联发科，联发科，今天呢？创新高了，上影220，50块，台光电，今天呢？当当大涨，你还没赚到钱呢。还没涨啊，MOSFET，接下来谁会大涨？谁会让你赚大钱？股票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这里好好把握。大盘来到这，震荡走高，好吧？大盘会涨到哪？未来的标股，未来要买什么？加入我们的 LINE， 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啊 ！King 518加入我们的 LINE 啊！手中持股的问题也欢迎，好吗？欢迎来一起研究啊！
出过文茂、联雅、联发科、裕君光，加入我们的 LINE， 欢迎。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皇家手工开运印章，顶级手工银行印件，公司章拆支100种，期待章推毛笔免费婴儿礼法，台北2922-6422。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，基本生活费不课税，107年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适用，设置税务专业法庭，落实专业审理，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，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沟通及咨询。新法的改革对全体纳税者的权益保护。